这个题是什么呢？大家，咱们这样做了啊，这个我们还是 P2 包不变，但是 link 的是谁啊？是练习，那 link 的 list 的 text 这儿，是这样的。面试当中呢，会要求大家怎么样呢？说，请这样吧，使用 link 的 list 的呀。哎呦，什么玩意儿 like 呀？link 的 list 来怎么样啊？模拟一个堆栈或者队列数据结构啊。注意听，老师一个没留神，是不是整出两种数据结构啊？是的，堆栈。队列，大家这样结构听过没啊？你至少听过一种吧，堆栈那个你把它列成栈就完事儿了嘛，对吧？啊，栈有什么特点啊？栈有什么特点？这个就搞笑了，大家。那栈的特点你们应该最熟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大家比如说这是栈内存吧，这是栈内存吧，主函数有没有？调到 show 以后，show 是不是进栈了？show 是不是调到 master 进栈了？大家，这预测完了怎么样？出栈吧。他预测完怎么样？出栈吧。哎呀，怎么出一半呢？出栈吧。他怎么样？出栈吧。你看他端倪了吗？他是不是最先进来的？那他是不是最后一个出去的？明白吧？这就是栈的特点，叫做先进后出。先进后出，用英文表示呢是这样的，叫做什么呀？先进嘛，就是 first 进啥意思啊？in 啊，last out。当然你非得翻译成什么？老师，那不是后进先出吗？是吗？你觉得有进吗？啊？他是后进来的嘛，是吧？先出去了，对吧？那有啥区别吗？对吧？哎，然后简称什么来着？FILO，听懂了吧？或者 LOFI 都行，好吧？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啊。然后呢，那个队列呢，跟它差不多，但是呢，稍微有点不一样，就是这哥们是先进先出啊。它相当于什么样的？这个画图是这样式的哈，就相当于个管子一样，知道了吧？那有个元素，哎，就进来了，有没有？就进来了，又来元素，大家怎么样？他就得往，哎呦，他就得往里走，懂吧？又来元素，走，从这是不是先出来了呀？听懂我意思吧？这叫先进先出啊。那么大家有没有情况发生呢？有啊，是吧？就是这个都是来自生活当中哈。你像我们也是一样嘛，是吧？这屋里边是不是一直往里边进人呢？对吧？那么一直往里边进人，那进啊，这屋里边塞得跟包子一样，对吧？说不行，你出来，是这样吧？怎么样？那你肯定是最后进的哥们是不是先出来呀？听懂了吧？哎呀，举什么例子呀？生活多了去了，我跟你讲，大巴车，大巴嘛，都，你听我说，有区别的啊。说老师，你说大巴啥意思啊？大巴车是这样的啊，就是那种高级大轿子，知道吧？啊？就司机门口有一门吧，对吧？哎，西二城里那边有的是，这个软件也有的是，为什么？那是专门接送那帮员工的，懂吗？哎，那大车就一门，对吧？就一个门，从这门进去，哎，到里边找座位去，下车怎么样？还准备下吗？妥了，我问一下，这是先进先出还是先后出？对。你看，你不第一个进去的吗？对吧？当然说，老师，我就坐门口，对吧？就不用抬杠嘛，懂吗？你先进以后，你是不是往后走啊？对嘛，要么挡道嘛，对吧？你往后走到后面去坐嘛，然后第二个就陆陆续续的嘛。那么你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最后就记得先出来呀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公交车有没有？啊？前门上车是后门下呀？大家这啥意思？是不是先进先出啊？就这意思吧。你是不是先进去的呀？那么你先到门口来了呀？就后门嘛，对吧？一开门你是不是先下去啊？就这意思。
熬了吗？熬了啊！大家看，生活中这样东西是不是得做一做啊？比如说我们要做公交车那个系统的话，比如说要做一个公交车类似于这样的东西，你是不是搞这样的队列啊？每个人是不是有元素啊？哎，就类似嘛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就是先进先出什么样的呢？就是我们说的，哎呀，好了，是咋的？什么啥都没有了？这哪哥们过去这是？富尔斯特啊，印有没有？拉斯怎么样啊？啊，对了 ，out 对吧 ？f i 怎么样 ？f， 这明白了吧？哎，就是说我们准备啊，是吧？为了能符合我们项目中的需求，我们就准备做这么两个队列中的一个出来，懂吧？哎，来完成我们实际的需求，是这么个意思啊？咋做呢？大家？有的哥们儿挺逗是吧？说老师我明白了，你看你把代码拿过来以后，这不就是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往这一放，你瞧，哎，我这个多余我就不打印了啊。说，嗯，这太毛了呀。说这个老师，你看你这一运行啊，你这首先你进去的是一二三四，出来是四二一，这是不是就对战了呀？哎，对嘛，紧跟着你把它改了，别改成 first， 改成什么？Last， 那么再运行，那这不就先进先出了吗？叫做你先进了一二三四，先出去是不是也一二三四啊？对吧？那好了，做完了是吧？不是这样的，大家。那这道题的需求不是让你把这效果演示完，听明白了吧？不是演示完这效果，而是怎么样啊？对，而是需要让你做一个这样的，而需要让你做一个这样的容器出来，懂吗？我要给你提供一个对象，这个对象就能实现你怎么存进去，你调用我这取的方法的时候就能怎么取出来，就能懂这意思了吧？就跟我们说人家 Java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link 的对象，或者提供了 array 的对象一样，懂吗？哎，你得去把这种结构封装起来，让我用的时候比较方便一些，听懂这意思了吧？所以啊，我们应该怎么做这道题，对吧？我们应该怎么样啊？就是描述这样一个什么，这样一个容器，明白吧？哎，给什么？给使用者提供一个容器对象，完成什么？完成这两种结构中的一种就完事了。当然你让都完成也可以哈。那么这个完事以后怎么办呢？那当然要先描述一下呀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搞个类去描述这个容器。举个例子吧，比如说老师准备呢，先带大家去描述一下这个叫什么呀？队列，是这样吗？其实队列都行哈。那么大家往这看，我们首先是不是先搞个类啊，去描述一下嘛，是吧 ？Class 比如什么样啊？叫做队列，对吧？不能直接写什么？不能直接写这个 Q 是吧？这个哥们儿呢，跟我们这个机制当中有一个的对象的名称是冲突的，那所以我就这么写吧，队列，这能看懂吧？你就拼音嘛啊。我队列容器吧有个特点就是什么样啊，能完成先进先出的效果，懂吗？你调用我的 add 方法或者调用我的添加方法，哎，添加完以后了吧，你调用我取的方法的时候，我就是你怎么存进去怎么样，哥们儿怎么取出来，记得明白了吧大家？ OK， 那怎么来实现呢？因为我们自己做容器很困难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依赖于这个已有的容器来完成啊？是的，借助于这个已有的容器，那么紧跟着我里边其实就干嘛，就维护了一个什么 link 啊list， 就这个意思。在你用我的队列对象的时候呢，我就直接对着 list 怎么样啊，进行了初始化 list， 这能看懂吧？紧跟着我对它提供方法嘛，是吧？叫做 public 什么东西呀 void my 一个 add 方法，我的添加完怎么样？给哥们儿一 object 啊，我就添加一对象吧。那么添加完以后，我往谁的添加呀？其实最终我的里边是用的是他呀，对不对？但是被我封装，你是不知道啊。是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添加谁呀？叫做 link 点什么 add， 这个你怎么写都行，你爱 last 也可以，我就写 last 吧，就无所谓啊。obj， 这能明白吧？添加完以后呢，我再对外提供个取的方法。那注意啊，这是我们队列的什么？这是我们队列的什么？这个添加元素的功能啊。紧跟着怎么样嘞？再来一个啊。
叫做 public void 什么东西呀、啊、my get 是不是取功能啊？是的，取功能。那么就是 return 一个，哦，这稍稍忘写了呢。好，我记得啊。举个谁呀 ？link 点，注意，我要做队列，你应该返回什么？啊、应该写什么方法？应该是 remove first 还是 last？怎么搞不清楚状况了呢？啊，队列是不是先进先出啊？那我该怎么样 ？First 还 Last？ 搞不清楚状况了对吧？来看一下，我们首先我们如果用的 Add Last 添加对吧？叫做我先有个 A B C 一有没有？我再添加 A B C 二的时候往哪儿放？是我这儿放？再往这 A B 三吧？啊 ，A、B、四，行了，添加进来了。那么大家，我队列是不是应该是先进先出？它是不是先进来的？那它就要先出去。那么我应该是 remove 什么？啊？是 force？ 这是头吗？不完了吗？哎呀，你就记住一点吧，好吧。只要相反就队列，如果它相同，肯定是对战，对不？那就完了嘛。然后那样放完之后呢，马上再判断到底有没有啊，是吧？你有没有元素啊？布尔型的是吧 ？is 空，对吧？这个我就写的太牵强了哈。干嘛呀 ？return 一个 link 点儿 ，is empty， 是不是我把它方法全封装起来了？对，我全把它封装，知道吧？封装完后呢，你就见不到 link list 了，你见到谁？你见的是哥们自己写的方法，明白了吗？哎，你就是这个，好吧 ？Oh yeah， 大家，其实这么写吧，有点是啊，不太合适啊，应该怎么办呀？其实应该是提供一个工具类才对的，是吧？这个队列这么一个类，这能听懂吧？应该这样的啊。然后呢，把这什么呀，把这些东西呀、啊，其实都应该拿到这个类里边来，因为这样是这个单独的对象。这能听懂大家？嗯。而且这里边还得带着 public 呢啊，这里边就不要这个类了。以前咱用记事本的时候，都把写一个那个加文件为了编译官看，现在咱们有了是什么呀？这个实际开发工具了以后，就高级开发工具以后，谁是不是按照规则写呀、啊？大家这东西是不是暴露出去啊？对吧？那谁都能用嘛，是吧？这是搞了个对象啊，对象完以后呢，这里边怎么写啊？就别写这了，大家一个山写什么呀？首先我们就拗个啥？是不是队列对象？哎，拗一个队列对象。用完以后，用队列的方法叫做 my add， 是不是一定往里添加呀 ？A B C 一有没有？我就当当当，是吧 ？A B C 二三四，搞定。再接着怎么样？取 while 循环 ，D L 点什么东西啊 ？is 空嘛？大家非空是才能取啊？那就来个非空，来个非空啊！紧跟着取一个呗，叫做 D L 点什么东西 my get 的方法。来，大家我看一下，我现在我用我的对象吧，对，存一二三四嘛。如果取的是一二三四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就完事了嘛。如果你想要玩对战的话，你只要把这个哎哪儿呢，把这改成 add first 就可以了吧，或者改成什么 remove last 就可以了。听懂了吧？你得这样提供一个对象，这样才能哎得分的啊。这是我们说的堆栈和堆列，这能理解了吧？其实大家生活中多了去了哈，一个是公司大巴车是吧？一个是公交车，对大家，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吧？还有什么呢？举一个更猛一点的好吧？就是说大家我们去什么呀？去这个喝酒嘛，啊。我这先喝啤的嘛，再喝矿泉水嘛，明白了吧？哎，再喝红酒嘛，懂我意思吧？哎，你们喝多了，到这个厕所是不是得方便一下啊？那你觉得我先排出来是啥？知道吧？是不是应该是啤酒啊？听懂意思吧？不，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？啊？那万一你喝多了，这还没等去排呢，你吐了怎么办呀？你再吐来是不是应该是红酒啊？懂了吧？哎。别点瞎乐，吐是堆栈还是堆列？是这意思吧？那就完了呗。明白了大家？哎，吐就是堆栈嘛，是吧？
正常怎么去厕所就什么样啊？嘴裂嘛。下回明白了吧？哎，喝酒，嘎嘎一顿喝，坏了怎么样？麻将，对这个，那欧着去，那就这样吧，对不对？不行，要对战，我这个，我一躲远点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也太猛了，这个啊！小心，哥们直接现场直播，是这意思吧？好了，这个不那废话了，这明白了吧？搞定啊！顺便提嘴得了，好吧？在这里边呢，大家这个。后期啊，到了1.6版本的时候吧，又来了一些小插曲，提供了一些新方法，在这个队列，不是在这个令链表结构当中。那什么方法呢？也不一定要搞什么飞机，这里边有一个叫做 pull，force 拉扯，pick，force 拉扯，offer，force 拉扯，明白吧？不知道啥呀？这是 pick 呀，就是获取但不移除。pull 是获取并移除，啥意思啊？它相当于 remove， 它相当于 get， 它相当于 add， 就是插入，懂吧？说老师有劲吗？这个其实是没什么劲的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有点区别，这个区别大家一定要掌握一下。1.6升级，人家是有原因的，好吧？说哪有原因呢？这里边我们就把它说一遍得了啊！我这也懒得这个挨个写，在哪写啊？在这写了。对于这个 link 的呀 ，list 是吧？它里边有什么呀？叫做 add first， add last， 这能明白吧？哎呦！就是这个区别吧，你必须得知道啊。这个开发的时候吧，你们得去注意这事儿了啊。用哪方法？还有一个 remove first， 啊，还有一个 remove last。然后呢，你看啊，我带你们看一眼，就是说到这 pick 方法的时候，大家看，1.6吧，对，1.5都没有啊，1.6才有的。这方法烦哪儿呢？这个 get first 吧，有个特点是，如果你链表里边啥也没有。你调用 get first 的话，有东西吗？没有，它会抛出异常，这个异常叫做没有这个元素异常。get 呢？这儿呢？如果此列表为空，看吧，它会抛出这个异常。那不说跟有什么区别吗？对于它的替代方法 pick 来讲。这哥们叫做，如果链表为空，这哥们不抛出异常，而是什么样啊？直接返回空，听懂了吧？空就意味着我可以做判断，听懂意思了吗？区别在这儿。那所以啊，大家说 JDK 呀，有没有1.6的时候变成谁了呀？变成了 pick first， pick last， 就这样区别了。这个叫什么呀？这叫做。获取但不移除啊，如果链表什么为空，就是没有元素，懂吧？哎，没有元素，那么怎么样啊？则那个抛出什么？抛出 no such element， 哎呀，对 ，element exception， 能看懂吧？这个没有这个联想出来了。这个也是一样的啊，1.6以后呢，叫做获取，但是什么？如果这表为空怎么样啊？对，是返回 NUI 来了，听懂没有了吧？而这个 last 这个呢，哦 ，remove 这个呢也是一样，到了 JDK 1.6的时候啊，这个是谁啊？叫做 pull first，OK，、okay? 还有叫做 pull last， 那它俩的结果是一样的，把这个一个复制就行了，那。到这里边一个粘，这个也一个复制再一个粘，但是怎么样啊？它不去掉，获取并什么？应该是并的，获取并移除啊 ，OK 了大家。像这个呢，就是 JDK 什么，这个没有太大区别哈、啊，叫什么样啊？叫做 offer last， 那也许是阅读性更强了一些，是吧 ？offer last， 哎呦，这个有点 first，
OK 了，那这些小插曲知道就可以了，听明白吗？没什么技术含量啊。另一个例子呢，这个相对 erase 的要少用一些，明白吗？因为我们更多是以查询动作为主。那有的哥们说，老师，我这一用集合我就蒙圈，那么多对象，我用哪一个是吧？如果你真的找不到该用哪一个的时候，是吧？那就先凑入 erase 了，听明白吗？因为它的频率最高啊，当然了，这种动作你不建议，不可取。为什么？每种情况它都有自己的什么更合适的集合，对不对？哎，最好就是找一下，好吧。